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断电续掉功能如何使用。在加工中，如果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，然后等来电以后，我们打开脱机控制器的电源，控制器启动以后，我们按复位键，让控制器处于就绪状态，这里状态显示空闲，然后我们按第二功能暂停键，断点加工，我们按暂停键，然后加载上次断电前保存的断点，会继续加工。